我们将从巴基斯坦政府领导、军方领导讨论许多我们关心的问题，我们共同努力，为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、本地区的稳定，这是我们应有的贡献。Okay, thank you very much. Just one question.